今天讲一部好评如潮的高达动漫《机动战士高达00》。高达系列动漫就是机甲类的顶流 IP， 而本作则是顶流之中的顶流，无数高达粉丝二刷甚至三刷。2007年发布的作品放到现在仍然显得制作精良，足以说明它的分量之重。故事开始，在2301年，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已经变成了活力与灵活兼具的人形战斗装甲，谁拥有的装甲更多更先进，谁就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。一名没有盔甲的少年兵在战场上竭尽全力，最后却还是被敌人的机甲逮住。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时，小男孩望向天空，竟发现了一具释放着耀眼光芒宛如天神一般的机甲，不敢相信世上竟有如此神人，仅仅几秒钟的时间便摧毁了敌人的所有机甲。而这便是本作高达所扮演的角色，他们是一个名为天人的私人武装组织，存在的意义便是利用时间无敌手的先进高达制止战争，尽管他们手段粗暴，却能起到十分有效的震慑作用。有一天，欧洲联盟组织正在实验他们的最新型机甲，并且还邀请了大量的业内人士前来欣赏。新型机甲的表现十分出众，就像是开了锁头外挂一样，又快又准，甚至还有从未在市面上出现过的旋转护盾，同时兼具轻便与强大的防御力。就在所有人赞不绝口的时候，神兵从天而降，高达将要除掉新型机甲以儆效尤。军方注意到有东西正在接近，想用雷达扫描，却发现全部失灵了。最后使用摄像机进行追拍，才发现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机体。很快高达便来到了新型机甲面前，他见这家伙来历不明，便不打算让他活着离开。在模拟战中未尝败绩的他，早就想找个家伙练练手了。只见他掏出高速运转的匕首，一旁的观众耳膜都被震过。可当他拿着匕首刺向高达时，只一瞬间，世界上最先进机甲的手臂便被砍飞出去。他气急败坏再次反击，却遭到无情蹂躏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所有人都看呆了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怎么会有如此变态的实力？而他便是能天使高达，是近战格斗方面无敌的存在，就连他的飞行动力也是高达专家从未见过的。同盟组织不可能白白挨打，立马便派遣空军对高达实施追击。高达见情况，立马掏出机炮进行反击。另外一架飞机趁高达背对着他进行偷袭，没想到他竟然还能够横向平移，这机动性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。欧盟立马派出更多的援兵，片刻之后高达便面临着敌军的包围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。可欧盟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他的一个小计策而已。下一秒，一束激光炮射穿了敌机，而激光炮是来自于几百米的地面，这是天人组织的另一名狙击型高达力天使，他的狙击炮又准又远，敌人都没看到他就纷纷被干掉。就这样，欧盟的追击行动便宣告破产，而他俩只是天人组织的两名成员而已，其他几名成员也是一个比一个强。